今年春节期间，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共计约252万人次，港澳居民来内地约249万人次。港珠澳大桥口岸出入境客流、车流屡创新高，这些数字是港澳与内地居民北上南下的双向奔赴，是粤港澳大湾区车畅、人兴、财旺、强劲活力的生动写照。